我收藏的香奶奶还有些彩色的。今天这期视频啊，是要致敬我偶像。首先我穿上了最经典的黑白配色，在任何场合都会带的珠串，还有他们的第一只表方糖，以及一个 vintage 的折环。Coco Chanel 也是有他单独拥有一个带灯的宝贵的位置。马上也要迎来香奈儿每年两度的涨价，就是年中和年底。如果要说哪一支包型是我最喜欢的，那一定是 CF Classic Flat。 这一支也刚好是我人生的第一支香奈儿，我买它的时候应该是在香港花了3万出头的样子，现在已经涨到5万出头了，是一个经典的中行。而同系列的 CF 呢，我有类似的这几款，海军蓝的一个漆皮腋下粗花呢的斜纹软泥，可以腋下也可以手提的红金配色，就少见的手柄的少见的手柄款。我最喜欢的是这只黑白拼色，颜色拼得非常美，而且它是鱼子酱油皮的，背上身的感觉完全是神偶上身的感觉。还有这只其实我也还蛮喜欢的，是古巴系列，就是它的扣子的部分蓝色的，有纹理感的一个填充，这上身的话会稍稍有一点长，没有那么立的珍珠太潮了，所以说我一直戴也可以流浪背，就会比较稍微休闲一些。然后斜挎的话对于小个子就很不友好，但其实可以去网上买一些包包扣。这只也是蛮少见的一只 CF 口盖包的异形季节款，上面有一些像睫毛一样的奇奇怪怪的毛发，白色的菱格纹，再加上鱼子酱油皮，它是一只方形的，所以我觉得它还蛮值得入。 CF 系列就已经花了我很长的时间了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 boy 或者其他我一些奇奇怪怪的款式的话，有点赞和评论，我下期再跟你们分享。